如果您还喜欢我的影片的话，记得订阅频道，然后按赞加分享哦。您的订阅是我继续创作动力的来源，感谢哦。好了，哦，还没呢，这个还没有要装。来，你们拿到笔举手，举手，举手。那请问有谁还没有拿到材料的？都拿到了吗？你书包什么颜色？你看。你的包包什么颜色？红色、蓝色。你最喜欢吃的那个是什么？再来，告诉我还有什么颜色水果是红色？你昨天吃的早餐里面有什么东西？草莓，草莓是红色对不对？还有什么颜色红色？还有西瓜。来，那我看苹果。那你的你贴什么？对呀、啊，来，你的是什么？看起来好好吃哦。那你的是什么？接下来是，哎，你们手都没洗。秉义的是好哦。
这边小吃的那种，还有颜色，还有通通眼影保管，好不好？那回家跟姐姐去吃完吧，好吗？有吃吗？没用，然后就去了。他就是来骗钱。